去，一天抱着破手机有什么好看的？老妈，你懂个锤锤！无论在哪个游戏里，都存在着一些风景党玩家，他们对做任务、打架赚钱毫无兴趣，最大的爱好就是寻找游戏中风景宜人的地方截图打卡。而阿雀，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几处必须的网红打卡点。首先来到的是沂蒙江湖塞北的绝情谷，白雪皑皑的塞北，到处洋溢着冬天的寒冷气息，但景色宜人的绝情谷却一点也不冷清，红特洁白的雪山在满地杜鹃红的映衬下，显得格外动人，是很多 CP 都不能错过的约会圣地。再接着就是沂蒙江湖的太阴，太阴的水是出了名的清澈，那不得不提的就是这里的茶园，一排排整齐清新的样子，实在是强迫症患的福音。在这里，不论是人还是风景，都带有一种淳朴单纯的气质，给人静谧安稳的感觉。书上说的水草肥美也不过如此，绝对是个放松心情的好去处。而的最后一处，它本是沂蒙江湖少林图中一面普普通通的红墙，但在一旁凋零枫叶的衬托下，颜色显得格外协调美丽，颇有秋风萧瑟、孤独浪人的意境，非常适合喜欢独来独往的人拍照打卡。打住，怎么讲来讲去都是这游戏啊？那当然是因为这游戏的画风品质足够高，否则沂蒙江湖的玩家们怎敢放出如此豪言壮语。所以老妈，你要不要来体验一下足不出户？阿全，你怎么吃饭还抱着手机？老妈，我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。最强蜗牛作为2020年最出彩的放置手游之一，有趣的画风和无厘头剧情曾让他在短短3个月就获粉无数，但你们真的玩懂他了吗？10年后，地球遭邪神入侵，物种几乎全部灭绝，而平时最不起眼的蜗牛成了唯一的救世主。在地球神盖亚的指示下，他坐上了时光机回到2020年地球，目的就是为了杀掉还没成长起来的邪神。但就在我们按照官方的指示把蜗牛当作是拯救世界的主角时，会发现一切越来越不对劲儿。我们会发现游戏用来交易的货币居然是蝌蚪，蜗牛进行器官升级竟然要吞噬邪神的细胞，并且随着等级的提升，蜗牛外观也变得极度凶残，表面花纹越来越接近一种非洲的大蜗牛。而据我所知，这种非洲大蜗是一种高危生物，曾7年时间繁殖到了17000只，把一个小国家生物直接逼到灭绝。所以想要毁灭这个世界的到底是谁？是蜗牛还是邪神？又或者说蜗牛其实就……阿倩，小团团玩游戏也太菜了。老妈，那都是表面现象。在电竞圈有这样一个神奇的组合，只要跟他们玩游戏，再强的人都会变菜，强如陈思狗、小叮当也逃脱不了被他们菜化的命运。他们就是由小团团、仙某某、王大娘组成的三菜一汤。然而在一次直播时，三菜竟然邀请同样下饭大司马和娜子一起组队玩游戏云上城之歌，还扬言要带他们拿下新 boss 的首杀。一开始小团团就气势高涨，大叫了起来，手持大剑冲向78级的森林之王，充当肉盾扛起了伤害。而仙叔叔作为刺客，则在背后疯狂输出，拿下最高伤害。大娘的奶妈奶量十足，持续给小团团加血。就这样，在几个人默契的配合下 ，boss 的血量不断下降，直至成功清零。三菜不仅成功击杀了 boss， 而且还都活到了最后。看着地上掉落的传说装备和公告上飘过的一条小团团首杀播报，五个人激动的叫了起来。后来小团团不仅因此成为了游戏里的 NPC， 前不久官方更是专门为他设置了一个游戏彩。